好了，接下来。天降地灵！大妖被杀死了。是啊，终于。张小子，你这身手可真了不起。红儿还是叫我子旭吧。好，多谢子旭，助我为师门报仇。红儿别多礼，我们既是旧识，遇到困难本就该互相帮助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无论如何都成你的情，需要修复的机关给我看看吧。我去取来，稍等片刻。那好，我先收拾一番。我也来帮忙。谢谢你。天下 K。来的总是那么突然。黑虎。一开始好几年一次。然后几个月一次，下一次又会是什么时候？我还能压制他多久？单凭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消灭他的。最后这段日子里，我只能带着剑流浪。人呢？都出去了吗？谢谢。太傅，师叔，师兄师姐，愿你们魂归尘土，不再受到打扰。从西域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大寨一片断垣残壁，上墨千人全数覆灭，竟只有我一人独活。魂归尘土，不再受到打扰。人死了以后，是不是就解脱了呢？不知道。不过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那时我就发誓，定要找出凶手，为你们报仇。
我必会肩负起墨学传承，不让它在我手中断绝。西域的葡萄酒殷红如血，是真正的甘脂琼浆，在长安可是千金难求。太傅，莫怪我奢侈。以此祭奠，上香。可是，活着的人好像比死的更加难受。香儿。你好像很难受的样子。嗯，他们都是你所重视的人。嗯，所以我会继承他们的意志，好好的活下去。谢谢你，香儿。子旭，你说的机关在哪儿呢？有劳了。不会。如何？这种手法恐怕不是出自我们这一支的墨者。啊，这其中还有讲究？嗯，小时候在大寨看过，太傅有收藏一些古墨者的机关残骸，其中便有类似这样的结构。那有办法修吗？恐怕不行，我不清楚里头的结构，如果有类似的东西对照，应该就可以复原了。只是大寨这些年遭贼，古墨者的机关残骸也都不翼而飞了。是何浩？我记得他说他的宝贝都会卖到玉水。看他那反应，应该是卖给夏老丈了，或许可以问问。真的？那我们就到玉水去。走。哎，这样会不会太麻烦红儿了？子旭，你助我杀了大妖，与我师门有大恩，以后千万别再说这些见外的话了，好吗？好，多谢。我们走吧。若要去玉水，从这儿下山更快。从未想过，红儿你竟是墨者，真是深藏不露。墨者虽奔走于世，但自擒获以来，多半隐姓埋名。加上机关术的禁令，如今墨者大概都是以异者身份行走了。所以，世上其实不仅上山墨家。是啊，墨者未必擒获，各自离散。后来发展出好几支的传承，商墨只是其一。文殊将军很受御水的百姓欢迎呐。如今世道混乱，能够保全百姓者，自然就是人心所向。你们见过？曾有数面之缘，和刘家两位将军一同击退了妖魔。不过近来绿林军声势壮大，李军也开始追击他们了。哟，小子，
你们没死啊？托您的福，多谢老战了。哼，你小子知道就好。但有的人就没这么好运气了。何浩，他死在了圣山。哦。哎，死就死了，这什么年头，死个把人稀奇吗？啊。要买什么快说，上回是看文书将军的面子，此番不会再给你折价了。不知老丈可曾见过类似的物事？没有。何浩说他的东西可都卖给你了？胡说。那何浩所偷走的是我师门的收藏，还请老丈成全。你说是就是了，谁知道呢？这不卖，你们走吧。不卖，那就是有了。有又如何？我说不卖就是不卖。若是不卖也无妨，只要借我观看研究一番即可。你想干什么？修好它。那好吧，只能看看。多谢。子虚，抱歉，这枚零件破损得更严重，没有办法修复。没事，辛苦你了。老丈，请问还有类似的零件吗？哟，原来真是个懂行的，看不出来呀。嗯，这种零件自然还有。那不但有，而且还很多，就只怕你们没能力去拿。这是何意？像何浩那样入山取宝，你们行吗？我们不做那不告而取的勾当。放心，都是无主之物。进山取宝，出山就这么简单。你说的倒是轻松，怎么不自己去拿？路上有妖魔，还有守御的机关，我这个人胆小怕死。这对你又有何好处？若你有多的机关零件卖我，我自有用处，如何？好，就去走一遭吧，还请告知具体方位。先到鹿灵山碰头，到时候再跟你说。这若是先告诉了你，你取了宝就走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好吧，告辞。慢，如今鹿灵山瘟疫肆虐，情况严重，圣宫将军早已下令封山，你若要进去得想点办法。那你呢？我自有办法，只是带不了其他人。好，鹿灵山见。子虚，你有办法进鹿灵山？没办法，只好去找文书了。鹿灵山瘟疫，文叔，别来无恙。都好都好，子旭怎么有空来找我？我们从商山来此，途中遇上李军盘查，他们四处张榜通缉文叔博生，二位请务必小心。是吗？我等既已揭竿起义，通缉与否便无所谓了，就是不知我和博生的赏金谁要高些。多谢子虚相告。还有一事想求文叔帮忙。哦，请说。我有急事需要进鹿灵山一趟，但是听闻此刻圣宫将军已下令封山，左右寻思想不到办法，
只好舔着脸来求文叔帮忙。这倒好办，恰巧我一有事得去面见圣公，他驻扎于守平一地，子胥到了那儿我替你引荐。多谢文叔。君子已有辅人，能得有如子胥是我幸，自该倾力相助。方才来时听文叔谈及圣公将军，似乎有些烦恼。真是见笑了，还给你们听见那些话。若我能为文叔分忧，也算是报答。便是些军务上的问题罢了，不足一提。此番亲去拜访，圣公定能理解，子胥不必挂心。方才来时听文叔谈及圣公将军，似乎有些烦恼。真是见笑了。若我能为文叔分，此番亲去拜访。我想起来了，香儿。啊？文叔将军给我的感觉，很像咱们阿父。像阿父？嗯。当他说着有不能后退的理由的时候，让我想起了阿父。阿父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阿父啊，他平常温文儒雅，待人谦和，所有人都敬爱他。小时候，大家都说我像阿父呢。是吗？真想见见小时候的阿兄喝水吗？嗯，那吃点东西。哪儿不舒服？他整天不是吐就是拉，没力气。我身上还备有一些药草，可以先分给这对兄妹。这些你先拿着吧。谢谢你们。眼眶深陷，全身脱水，手脚发淡，这些村民的疫病再不处理定成大患。子胥，你看
虽已有心理准备，不料疫情如此严重，这个数量以我们的能力怕是无法负荷。不如我们先找到文书，要能见了圣宫将军再见机行事，请他协助。你说的对，赶紧走吧。子旭，来得正好。文叔，久等了。圣宫将军性子较为急躁，这阵子又为了疫病的事情烦心，待会儿恐怕不会有什么好脸色，还请多多担待。明白了，多谢文叔。不会，我们边走边说吧。好。这瘟疫的事情远比我想象的严重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也是到了首平才发现疫情如此严重，原本还想着请圣宫出兵支援，如今看来，蠢材，连个小小疫病都处理不了，要你作甚？是是，将军恕罪，属下会再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你看看外头，还有时间给你想办法？滚，看了就烦。是是，将军。哎，文书远道而来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圣公。本将军先说一句，来时你想必也见到，守平如今自身难保，文书切莫再强人所难。嗯。圣宫将军，民女略通医术，但请将军听我一言。哦。方才检视几名病患，发觉他们皆有燥热、口干之症，严重者则屡发沾语。需要尽快服药清热解毒，或可熬制几天药方给百姓使用。可笑，此事无需再提。将军，我心既无药材，亦没有余力替那些废物张罗药材治病。若能救治百姓，他们自会敏感在心，因而更加信任将军的治理。既得民心，便能得天下，此即为兼相爱交相利之理。你个妇道人家也懂如何领兵打仗治理百姓。你治病之事或可在意，今日实有一事相求。哦，说说。子旭曾助博生击退妖魔，手下遇水，与我绿林军有功。如今他有要事需要进绿林山一趟，还请圣公应允。此刻进山所谓何事啊？上山采些药草。村中疫病肆虐，我寻思山上或许有些药草可以治病。是吗？刚刚你说兼相爱交相利。是。好，那本将军便与你们先相爱交相利一番。我军不日便要开往御水，然而半道却有妖魔阻路，尔等助我清除妖魔，我便允了进山之事。没问题。将
将军，关于治病之事。那个呀，你们要救便救，随你们便。都下去吧。圣公，关于转进御水一事。那将军实在是太过无礼。对，太过无礼了。不救便罢，何必如此嘲讽？似乎正如传闻所言，是个挺有个性的将军。哼，对百姓的苦难无动于衷，与王莽又有何异？令人失望。慎言。有这想法的人肯定不少，绿林军日后恐怕还会有冲突。好了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
这看起来比守平好多了，没有疫病肆虐，可却有妖魔盘踞。说不定这就是原因。我们再看看。阿兄踩的这株是什么花呢？这是忍冬，也叫金银花。黄白相间的，真漂亮啊。嗯，不止漂亮，忍冬性寒，能够清热解毒。对了，子旭，不如我们多采摘一些带回守平。药力虽薄，但至少可以稍解病人的不适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你们看，这水看起来没什么特殊之处啊。没错，但是守平的水却是被疫病污染了，再加上迁移来此的妖魔。原来如此。守平的上游恐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但污染了水源，使得守平一带疫病肆虐，而且还吓跑了当地的山精野怪，迫使他们离开栖息地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上游不就是鹿林山吗？没错，咱们进山时得小心了。是啊，没事的话谁也不想离开自己家园，一般的山精野怪也是如此。一般的，这么说来也有些不太一般的吗？这个就像渊楚，他们夏天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，一路上飞梧桐不止，飞李桐不已，到了冬天再从北海飞回南海。也是有这样的妖魔呢，不囿于一家一地，或者说他们是以天下为家。以天下为家，想不到子旭也是胸怀天下之人。唉，我可没有渊楚那种胸怀，我呢不过是只吃枭，只求能顾好我的小老鼠就行。什么小老鼠啊？就是你呀。你就是太史昭？正是，大人有何指教？邻居的事情干得不错，圣宫大人已经准你们入山了，去吧。大人，关于疫病……好了好了，退下吧。哎，走吧。
先去和文叔打个招呼。三位是要上山了，希望此行能有所获。也多谢文叔替我们引荐将军。你们要走了吗？不再多待一会儿？哎，我以为你们跟文叔将军会一起留下来的，还有很多人都病着。别担心，圣宫将军在准备迁村了，让大家搬到更好的地方，这样生病的人也会好起来的。可是将军不会带我们走的。是啊，他总嫌我们。要不这样，等我们办完了事一定再回来和你们一块玩。真的？可不能说谎。我们都会回来的，所以你们要乖乖的。没问题。保民而忘，莫之能御，相信圣公定会明白。此事还得麻烦文叔多多劝说。自当竭力。刘圣公没打算处理疫病的问题。是啊，妖魔一出却连一面都见不到。哼，自私的家伙，比起文书将军真是差劲。哎，上山去找夏老张吧，也不知道他到了没有，若有余力顺便查查上游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湿气重，又掺杂瘴气，得小心点。有什么不寻常的？我听闻这样的地方会生长一种毒菇，白天就像普通的菇类，晚上却会发出荧光。但凡下了雨后，毒菇会腐化成黑色毒蜂。那毒蜂的毒针长满刺，身子却小，能够悄悄地靠近来人。听起来确实危险。危险的还在后头，他会在夜晚的时候飞到你身边，然后偷偷钻进耳朵或鼻子里。阿修，怎么了？这个故事有点可怕。啊？好吧，那就不说了。上游污染便越发严重，看来疫病的起因确实水源无疑。这一路上怎么都没见到妖魔？确实，虽然有不少妖魔逃到了邻居，但这儿一头也未见，颇不寻常。他们也在躲避疫病，还是……谋定而后动，不要莽撞。那是墨家的升降机关，启动后便会往下。好，我来拦住妖魔。红儿，你去启动机关。仙儿，你负责保护夏老丈。把妖魔带走，危机自然解除。阿兄，这样会不会太过冒险？别担心，我有后手。好。
么？就是执迷。钱亏的不能不服劳了。成了。红儿，你先上去。上山，和他们会合吧。你说，那东西，他把那东西看得比性命还重，如何下得了手？师兄教我，要如何才下得了手？牺牲少数人以平定乱局。避免天下动荡，等同救万千人于水火。利弊权衡的道理，何错之有？你，身为墨者，自当舍小利逐大利，弃小义取大义。难道师父没教过你这个？师妹勿要感情用事，坏了大事。红儿叫他师兄，李军也是墨者，难道他们是同门？是了，那柄机关术，除了墨者，又有谁能造出这样的武器？我早该想到的。那是人类的元灵吗？嗯，李军这群混账东西竟然拿人类的元灵来吸引妖魔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先上山来等你们的时候，是用那个机关平台上来的吗？对，小丫头别插嘴。哦，我上来以后发现妖魔的状态很奇怪，一个一个都像失了魂似的，在这个复魂牢附近游走。我感觉这玩意儿不对劲，试着拆了它，没想到我才刚让它停止运作，妖魔就纷纷醒来攻击我。再后来你们就到了。你怎么知道这是李军做的？除了李军还有谁会鼓捣这玩意儿？你吗？其实你很擅长机关术，也对李军了如指掌，你和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拿去，高阳遗迹的大门早就被反锁了，要想进去只能走小路。我把位置标记在地图上了，你自己看吧。
至于其他问题，要是你们能活着出来，再来御水问我。地图到手了，地点也标示得很清楚，但是像他这样和李俊牵扯不清的人可以信任吗？夏老丈感觉不是坏人，也许他有些难言之隐吧。也未必只有坏人才会做坏事。红儿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他可能是我们商墨的前辈吧。哦，只是他没有承认。这儿处处有浮流，机关却不受湿气影响，都能持续运作。其实先秦墨家为避祸而建成，以此为基地传承墨学。啊，不知用了什么手法，让机关经久不坏，和商山大寨一样宏伟呢。瞧，他们还利用浮流运转机关，可说是化劣势为长处。加上山势高低，有利使用机关防守，这部分便与商山无异。红儿谈起墨者，倒是滔滔不绝，解释对师门的崇敬之情罢了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是墨者？我以为我知道，但其实现在我也很迷惘。是吗？那擅长机关术的李君也是墨者吗？子虚，嗯，还没问过你们跟李君有过什么恩怨。像一般百姓、绿林军众人，他们虽然畏惧朝廷，害怕王莽，但对他们而言，朝廷有着众多部队，李君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。而你却不同，你这么在意李君，又是为何？子虚，我被李军通缉了，大体上就是这种恩怨。通缉你？为什么？或许是为了我看得比性命还重的东西吧。你是说天书？李氏在逃十三年，十三年前那场大火。没错，就是李君下的手。当真？不止如此，香儿身受重伤，也是被他们所赐。我明白了。不，你不明白。
也许他们是胸怀天下的冤雏吧，为了众人的利益牺牲个把人不在话下，但是我李昭不过是只小小的吃枭，只求能够照顾好一个小小的家。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即便要和李军合作，我也甘愿。阿兄，你以前从没和我说过这些。就算知道了也不能改变什么，还不如不知道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阿兄，应该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个问题也曾在商洛展开过一场论辩。墨者应该要隐世独立吗？还是应该要入世救人，贡献所学？哦，不知道呢。为什么要隐世啊？几百年前的某一代巨子颁布了机关术的禁令，不许墨者将机关术展现在世人眼前，更不许墨者在世间行走。为什么呀？机关术这么厉害，用来帮助百姓的话不是很好吗？另一派人的想法和你一样，他们还举墨子祖师当例子。墨经记载，墨子祖师他为了天下百姓整天四处奔走，有着魔顶放纵以利天下的美名。那又怎么会有机关术的禁令呢？那位巨子担心机关术被恶人所用。就这个理由？没错。这样不是太因噎废食了吗？所以那一派的人就离开了商洛，他们立志为天下人谋福，咆哮了朝廷，将所学贡献给天下。朝廷也很看重他们，专门编组了一支部队，叫做李军。啊，那是我懂事之前的事情了，也都是后来才听说的。但我确实见到商墨和李军之间冲突越演越烈。后来太傅将我送往西域，6年后返回中原，回到上山大寨，却只看到满目疮痍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凶手就是李军。对，他们说的道理好像都对。当我想到复魂楼或是破败的大寨，死去的同门师兄姐，我就会觉得机关术禁令才是对的。近一季之前我遇到了过去的一位师兄。啊？他是太傅最看重的弟子，却也投效了李军。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可以劝他们回心转意，现在才知道他们已经不是以前的师兄师姐了。可你和李军早已恩断义绝，子虚信我吗？等香儿的事情结束，
我就会去找李军算账。子虚，你们这么努力的想修复机关，是跟香儿有关吗？你怎么，香儿跟你说了吗？没有，不过在商山的时候就有所察觉了。后来你们又说香儿需要恢复什么的。啊，那时候抱了红姐姐一下，是不是冰冰凉凉的，吓着你了？才没有，香儿的拥抱非常温暖。我只是有些讶异，不知道你发生过什么事情。红姐姐。